2016国际弗拉明戈伫台北，12月3号伫中山堂闹来举办。许金仙女教授带学员带来弗拉明戈经典舞蹈，台顶舞者阁邀请观众上台，场面相当的热烈。中华民国西班牙舞蹈协会主办的2016年国际弗拉明戈伫咧台北，12月3号伫咧中山堂演出。中间表演单位有佛罗代莲舞蹈中心以及许金仙女西班牙舞蹈团。我们离西班牙真的是千山万水，那在西班牙具备了所有的弗拉明戈西班牙舞蹈的那个所需的歌唱的家、吉他手、舞者。可是远在我们东方的我们，就缺乏这方面。但是我们缺乏，可是我们一样的可以把它艺术创造得很快乐。你看到今天满座的人都是这么快乐，你不觉得你好像就在西班牙参加一个盛会吗？为了让观众朋友唔来欣赏表演，嘛会使家己来体验，不只嘛邀请观众朋友做回来跳舞。现在大家太严肃了，工作又忙碌，找一点时间大家很自由的跳跳蹦蹦唱唱，非常的开心。对大家的健康、工作都有帮助。西班牙文叫做 macho 的就是表示男性的那个荷尔蒙最充沛的那个气力。那么跳起来呢，它有那个特别的风度和气派。东港观众朋友欢迎真好，大家拢非常感动。有人讲每年拢要来看，继续支持这努力和用心的团队。记者陈明辉、台北市采访报道。